今天带着小不点来捡螺了，一人一个桶，就捡这个金钱螺。我家小不点就爱捡这个，你捡你的好不好？哎，真棒！扔桶里，扔，快，好，去捡吧。我们俩一块捡好不好？你真棒，妈妈看见了好多耶。小屁孩也来往这边，你的桶桶不要了吗？那你把你能不能捡在你的桶桶那边呀？可不可以呀？好不好？啊，你就在这儿给你的桶桶那边捡，咱们俩比赛好不好？嗯，看这个痕迹，全是他们拔了过来的。走你的，开始干活。泥螺壳，你捡螺呢？你又开始在那儿干嘛呢？又开始玩水了是不是？捡螺，好，这好多呀，妈妈这有好多呀。你看它这跑着呢，你看这个。哇，你又捡了好多是不是？你想玩沙子你就玩沙子，好不好？哇哦，那这有啥捡？啊，给我啊，好，那你就扔我桶里吧，你真棒。今天这个潮大，你看这儿挖沙虫的，啥都有，小的不要，咱们光捡大的。得把桶带着，不，你在那玩沙子了是不是？那我捡了啊。哎，哎，你走你，看见红点。哎呦喂，哎，哎呦喂，你看这个跑得多快，看到没？太棒！这就是一个遛娃好去处，小朋友都喜欢这些亮晶晶的。看，他在那玩沙子了，说是陪我捡螺来了，开始玩沙子了，小孩心性。你这边，看这痕迹，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太多了，看这痕迹，抓抓抓抓到这儿。嗯，边儿，这个边儿上都是哈，这个边上就都是。遛弯了，今天这个痕迹挺多，都是来遛弯的吗？我来抓你们了，啊，你抓到没有？这水里也是，再把桶带上，你放桶里就好。小家伙专门不好过来，捡了几个给我放桶里了。听这个声音，有没有呀？有，有，多不多呀？慢点啊！走走走 ，AA， 看挖的沙坑，这是一个泥螺。哎，好了，咱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小妮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。